春节假期，好客艺术村有精彩丰富的活动。1月24号到29号，每天都有街头表演和文创市集。消费满100元就可以获得摸彩券一张，一共有112份的大礼可以抽，还有机会获得限量兔年金币。现场也有各种创意手作课程让大家体验。而在吉野艺文馆，还有幼儿园的作品联展，集结吉安乡9间学校展出300件的作品。乡长游淑珍诚挚邀请大家春节期间来吉安走村。为了让民众在春节期间有愉快的亲子时光，吉安乡公所在好客艺术村安排了一连串精彩活动，有街头表演、文创市集、手作体验、儿童作品展，还有丰富的奖品和限量的兔年金币，要让乡亲抽奖带回家。吉安今年的过年会很精彩，从初三到初八有产业的创意市集，还有我们一号馆所有幼儿园的带来精彩的作品展，古农具的巡礼，还有超过一甲子的怀旧的一个展览，满满的市集。我们闯关活动送摸彩券，我们买气旺旺来送金币，结束之后我们要在元宵来举办112年112样的好礼大方摸彩送，有100份的精致好礼，10台的双门小冰箱，2台的55寸电视机。只要我们过年来吉安乡好客艺术村做一个亲子巡礼，我们就可以摸好礼来中大奖，看好物，享受亲子乐活，在吉安的缤纷幸福。吉安乡长游淑珍诚挚邀请大家春节期间前来吉安走村，到好客艺术村拿金币、抽好礼、逛美展，缤纷过好年。记者吕慧吉安乡报道。